需要有你陪伴。要不然你先找到谈恋爱的感觉，不一定要追他，你等他走出这校门之后，外面有很多女孩在等你呢，好吗？好。难怪你那么久没有谈恋爱，就是都没有这样啊。我拍完这片就可以找到你。好，加油。真的吗？等你的好消息。你会这个？哪一个？这个说爱情吗？会啊。那你会别种爱情吗？嗯。你会别种爱情吗？我会啊。会。可是你刚刚性格跟不忙真的是啊，这么好。那你要做？好。我知道啊。这么小的你也可以，班长你哦，妈妈你一直保持我们电话衣服，我们一定会输，我们一定会输，才不会，哪有，睁眼说瞎话，说，你是说才不会嘞，反正有小飞哥哥在，啊，才不会，反正有小飞哥哥在，不会输更，我们会先输更惨。没有。累吗？累吗？不会啊，精神饱满。多久没参加运动？我希望再拍个60个 take。我希望再拍个60个 take。拍了60个 take。我开玩笑的啦，不要这样。饿了，然后喝多久？这个我尝一下，你过来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麦克风。赶快，我帮你尝一下这些。来，年轻的累吗？哎，还好啊，爸爸看起来蛮累的，才跑几分钟而已 ，OK 的。好，再动一动。真的蛮累，而且今天超热。好不好？有你。